那个双面手开始1到5好了。你耳机有问题，双面手耳机有问题，耳机有问题，声音听不清楚。对了。可以了吗，老师？可以的，好的。共产至少区别重锤战时，我住的地方离地铁站有点远，走路至少要30分钟。二，所有的困难都是暂时的，要有信心，我相信你一定会成功。爱和喜欢有什么区别？我认为爱比喜欢的感觉更深。其实，只要我们真正努力过了，就不需要太关心结果，因为不管最后是成功还是失败，在努力的过程中，我们已经学到了很多东西。五，减肥不只是为了瘦，更是为了健康。重点是，减肥方法是，节食吃饭，哦，按时吃饭。多吃水果，多运动，而不是肚子。好，那老师昨天讲过了过程说，老师说的 PPK 的先来的先来，至少说啊，那种区别说差那些，正确说蛮感动，这样是说就是压一个，我住的地方离地铁站有点远，我你的你呀个你就是地铁站那个地铁那个。地铁站庙也塔古，庙也塔不大，我在那里回来的，走路至少来少人，来少多人呢，至少那走要30分钟，每天都是多呀的，所以你们都是至少那东西还没有标准的看不懂的啊。老师那不所有的困难都开开的，所有的是的面阿龙，所有的困难都开开阿龙阿的视频的过了的那个战士的，把它压一大片的要有信心。有进步些没？我相信你一定会成功。我用几个帮你对查吧。奥秘里面的第三个，爱和喜欢有什么区别？爱切克哪的喜欢有什么区别？把差那些嘞，差那些刮哈这个把嘞的。我认为爱比喜欢的感情更深。吃的说那个喜欢太把皮肉，那那的里那的不弄。那其实的这个嘛肉，只要我们真正努力过了。那如果你这个们的结果就咋不比谁呢？就不需要太关心结果。如果说过这个就咋你说什么咯？那送马家那个发票那么少，代表老铁是不耐劳的。因为不管最后是成功还是失败，就是不管说给我们啥的不，那送马那就是奥秘那 VPP 失败，从那打从那打 VPP 给我们啥半年的，在努力的过程中就咋你行了连麻的，我们已经学到了很多东西。第二路的，第要做讲话的面这个马路啊，等我来开啊的那。减肥为啥那个不只是为了瘦，被摸的夫人模糊，更是不必撇的。然后为了健康，怎么我撇的嘞？正确的减肥嘞，慢干嘞，为啥你方法你两个人是撇吧嘞？按时吃饭，前面吃面啥没？多吃水果，弟弟妹妹啥没？多运动，你今天妹妹我们偶尔不感冒，不是饿肚子哦。白啥看然后吧，无嘞，喏。我吃来白沙看那模糊的啊，那老师那个节目里啊六到应该是十吧。好的，老师，师傅，麻烦你快点耳食吗？我得在9点之前到大使馆，不用担心，保证按时把你送到。你哥不是说3点到吗？都过去半个小时了，怎么还没出来？他还得去。哦，他还得去行李箱。你别担心，我打给电话问问。外这第面六了，个八天完了，去老师，去嘛老师，六去。啊，你又干老师的太多了，老师的，好。对。
外面热吗？你怎么门徒大？等一下，老师，电梯坏了，我爬楼梯上来的，你们呢？路了嘞？哦，汗，大汗，你怎么门徒大汗？然后，你考虑清楚了，真的要这次机会，这次机会。是的，我妈妈身体不太好，我决定留下来，照顾她。他说啊不，但是理想，哎，不是啊，真的要，哦，真的要放弃这次机会，放弃，好。放弃，那你研究生考试考得怎么样？龙呃不，数学数学数学可能考得不太理想。不太理想，那你的会不会讲的？没有吧？人家是的嘛，旅游来的没有吧？蹦妈妈呗，旅游路线共抽点嘛？哼，应该没有啊。好，那老师我看一下啊，那个汗啊吹，白刷的是第一刷，牙没吹刷就有了，理想刷剩下的对的，放弃刷谁说来的？那说不来的啊，师傅的，下一的。麻烦您快点儿行吗？人家里面的也没拿的，我得说啊，也没在酒店以之前，过那一就是西班牙的到大使馆那个，不是一个要干没的，不用担心，什么不办的人，保证阿妈看着不，按时把您送到另国的大使馆给我签名要不被办没的。第七个，你可不是说3点到吗？另国东南亚门口过来，别人门口过来的，都过去半个小时了。然后叫请教我了，哪个老师大逼的，怎么还没出来？不皮罗穿不拉的呀，来的，他还得去行李箱，都取出来一下有了，偷走了，那个是过去啊，我没的，别担心，您别担心，您什么不呢？我打个电话问问啊，朋友没来没的。然后第八个，外面热吗？别忙，不拉的，他们那话，他们那话，都哪能看见？在哪们家呢？第一学生，我没的，在哪们家呢？外面。不然吗？就是别妈不拉的，你怎么忙耍了说别的？哦，头耍忙那个头大汗耍了说刚是刚嘛，我不是被吹的别你啊来的，哦刚嘛不是被吹的别你啊来的，电梯坏了，这里个别大别的，我爬楼梯上来的啊，那个你得那个得狗，你得哪哪的？第九个，你考虑清楚了，您谢谢玲玲考虑啊，先啥的，清楚啊，谢谢玲玲，你谢谢玲玲是啥比大比了啊？真的要放弃这次机会，得给我的好困一个那个放弃说，那是来马拉的，是的，好的，我妈妈身体不太好，我们也这么一样，对面搞木了，我决定啊，从票来的留下来照顾她，我的妈问你用啊，美国。又再来没的第十个，你研究生找的是 master 奖的哦，master 的考虑啊，sorry 考试 somewhere 考的皮啊怎么样？不如来的数学 mathematics 挺强啊，可能考的不太什么的那个不太理想哦，不太理想，说老师不如用着对，比较理想说对路没有过呢，身上路对么刚不错哦。对比较身上路面，我们对着婆婆，不如说在下面说了。那老师说，如果也这个也效果也动物天嘛？那老师说，请一个学生念一下那个，Apple。做事情不要一开，不要一开始就考虑过多，会不会很难？这个会怎么样？这学期学的不重要，不重要，
关键是要勇敢地去做，这样去做一切才有可能。先天是谁？临时的，容易感冒。一些提醒人们要注意食肉，注意食，内空气，内空是力量。早上起床后应该打开窗户，换换空气。如果感冒了，要及时去医院。水果减肥法是体通过每天及时水果，而不再吃别的东西来减肥的一种办法。这样减肥，突然有一定的效果，却很不健康。好，阿妈，就是我明天的汉字拍到来嘛，勇敢低谋，然后低去谋的汉字拍到单出来。如果给予结果，脑中热在压个效果是压的啊，这个事情呢，给啥也留着看嘛，也不要一开始就啥啦呢，喏，啥留来讲呢，考虑过多。就是明天多么审查吧，你的会不会难呢？会不会很难？卡拉么卡普啦？结果会怎么样？老师讲我不录屏了，你的这是第二阿龙啊，确实多得给阿妈罗的不就让一级把不的，关键是一级也吃干罗的，勇敢的去做，爷爷爷爷多留来吧。只有去做，你多留来比说呢，一切才有可能。啥啥阿龙啊，偏难继续吧。你的第二个，春天天气时就是。牛亚的耶，亚的入侵马的哦，冷湿的，一来不来，疲累的，容易感冒，热的过，一般没的，医生提醒人们，只要俺入的过，到底为啥吧？的要注意，到底有啥也没的，室内说对吧？室内空气，质量，你把质量我老说，也都不要么，我那质量说老说弄我表了，哦，天嘛，爱公碰他的弄我，有啥也没的，老不是说爱公一样念一边穿的卡夹着老说有点一步啊，早上起床，那哎呀他好，然后的应该等呢，打开窗户，别人抱着我拍马的，换换空气，把别离住离岗我来来把的，哦，离岗离的离手来把的。就是如果感冒了，那个月偏那里比所以拿的，要及时去医院使用过，及时请门多来吧，请居家多来吧。第三个，水果的减肥法式，这第一呢，为啥的你两个的是通过每天只吃水果的。就是内然 everyday 内然的自己有啥样的而在那边呢不再吃别的东西在差哈里面啥样的来减肥的一种方法哦。但是我也要说是因为你妈比妈让我们去台湾玩去了说这内容对第啥的比如而且别到了减肥你去哦，昨晚老师帮你们说内然的地方啥样的哦，比较热心老师一起到过来去不让你试试说到过来去哎，老师，这啥哈的啥路面啊？一种减肥的办法不？这样减肥的虽然有一定的效果，哦，其实因为差了你呀、啊，对家包骨不肥肉，效果老师刚刚讲的，对，都这个病下出来大病没，很不健康，而且老没减马骨的哦。那老师你嘛，会呢打按摩呢？对你来说，你这哪表要路线？成功的标准是什么？奥秘目的当面查的三张拍车的也怕累的你认为你怎样才能取得成功不如帮咱们说马路马不能奥秘目的看来也是来不来的第三个如果失败了这个兄弟都还比损益呢你打算怎么办不如弄不如你对他来的第四个你做过的最成功的事情是什么你露铺的就是奥秘中哎呀个给啥把屁没来不呢第五个你眼中你们四点嘛所以老师表了你明年嘛不呢成功的人都有谁奥秘努力啊努力骗不来的第六个你认为你请来不成功的人有哪些好的习惯奥秘努力的嘛不如好习惯累健康的习得来的那老师先跟你们回答一下等一下老师一起练习这个每个人学生都要表达这个
那老师开始啊，先问的，对你来说成功的标准是什么？对我来说，成功的标准就是，不要浪费时间，不要放弃，一定要继续努力。还有就是，最主要就是你要往往的要努力啊。第二个，你认为怎么才能取得成功？如果你不会放弃，你往往的努力，那肯定那个成功是跟你跑不了的，所以那时候你一定会取得成功。第三个，如果失败了，你打算怎么办？如果我失败了，我不会放弃这件事情，我还是会继续做。那 失败的时间结束后，我相信就是我一定会成功。第四个，你做过的最成功的事情是什么？我做过的最后的成功的事情就是，我之前就是打算，我想买什么房子啊，我想买汽车啊，现在我什么都做到了，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对我来说一个 成功的事情。第五个，你眼中成功的人都有谁？我眼中成功的人都是很多，就是，比我厉害的人都是成功的人，所以我也很羡慕他们，也有表演学他们的样子，所以我都一直努力跟他们样子。比我厉害的人都是我眼中成功的人，他们都是我眼中成功的人。第六个。你认为成功的人有哪些好的习惯？我认为成功的人都不会张傲，不会懒惰，不会拖拖懒懒的，不会放弃。还有他们有很多好习惯，最主要是他们不会浪费时间，不会花时间。还有他们一直就是最主要，成功的人都好习惯是不会放弃吧。就是这样，好，那这换你们了。换你们了，换你们了。手机和我们的生活，碰见老师耶。哎，不挖不弄，碰了你们不挖。我们一天马路真的有嘞，用几个小时的手机呢？马路真的有。问的来了，房东来了，打电话，红色的，算钱，不算你赚的。看天气，也丢丢有几的。看地图，地图上 Maps 迷宫，迷宫你记得？看朋友的留信，留信算了，说 message 给他了，留啊，欠他的信啊啥？哦，等下签 message 给我，记得都需要手机，封阿龙，阿龙啊，封你留啊的哦。我们一天用几个小时的手机呢？打电话、算账、看天气、看地图、看朋友的留信，都需要手机。我上个星期我弄个的阿伯家的做捷运。捷运上阿妈的，坐捷运去参观一个科学奖，科学奖啥的是专业的那个，就是说表白，科学啥个 science，别的那老师technology 表白的课文咯，代表名家是 technology 表白的课文嘞，参观所办完多办完比较多课的嘞，除了捷运站以后。那个捷运站所老师，你阿妈的给干你不咯？阿妈的给干闹白呢？哦，阿妈的给。比多阿不闹白嘛？我不知道，我们第一步往左西多哪个方向？方向出来，乌地亚来讲过，白乌地亚来讲过，多阿没出来过，我们第八步嘞，马上吃苹果，看了手机的网络地图，网络地图出来是放了嘛？把的 Google Maps 过标了，放了嘛？是 Google Maps 过嘛？进来的嘞，然后头脑就知道怎么走了，不如多阿出来过，第多阿来嘞，我从捷运站出来。这个呢，出来比较嘞，像人家说，往右转，200个，往个西多，200个转啥过来的嘞？
过来第一个十字路口，过来说片段多少人不能比我嘞？第一个把他骂说十字个十字不能拦了没？路口的十字路口嘞，把他骂说片段多少比了？然后嘞，再特别了，走五分钟就到了。那俺们的内容要我来的，有手机真方便哦，风险啊都给身边的。我们每天俺都内来呢，从家里阴暗里出来以后，出来。不是出去以后，他都要比脑的，最怕什么事？包教授来的，我能带钱，不是没钱给老了，我能带手机，偷钱给老了的，还是手机坏了，偷掉多少了的？如果世界上个爸姨妈、老干姨妈没有手机了，我们的生活会怎么样呢？马如也，我怀疑啊，不是这个这个，你老姑。啊，妹妹的，放不起了，明不来了嘛？不录片你家了，公路啊，我放不起啊，我放弃的了，喏，你别话了，放啊，没行了嘛？对了，对家人们讲着的，喏，世界上也有好，也有不好。你说，你那放不起啊，看嘛，老师的 online 的，等下你买这部啥？什么有你那啥的啥不错啊？还没嘞，放不起嘞，你这个内进性呢，应该是比较好。那现在哦，阿龙啦，如果没有手机卡，赶快回，好像我快死了，放不起了，喵呜。你怎么觉得我男朋友？可是男朋友有一天去上班了，他忘记带手机，你知道吗？然后我说：“哎，他为什么怎么能忘记带手机呢？”然后他的手机是放在桌子上的，是放在桌子上。然后他是哦去上班了，中午12点是他休息的，因为他吃饭时他是12点到1点休息的，你知道吗？12点就他还没有吃饭，他马上回来，啊，他到家了，他说。我来拿手机，我说你在下午5点就下班嘞，没手机会怎么样吗？我说，他说不行，他一定要有手机，你知道吗？所以如果没有手机会怎么样啊？所以没有说你们呐，是我男朋友是，可是我对我来说，没有手机也没有不会怎么样，我是可以的，我有试过了，我有试过了，可是我如果没有手机。我如果我拿到手机之后，我会烦恼了，因为一大堆问题嘞，很多人都传给我，很多人的问题都我没回答，很多人都打给我，所以我的问题是这个，我没有其他什么事，所以来这老师，老干妈风不起了，先不如骗别人说张牙留意他了。那老师，如果我拿老师这个考试，老师这个课结束了，我们后面还会提，就是这个题目。我不知道是哪个题目，可是这个也是我们还会那个，还有我们有讲过那个什么，那个我的新朋友吧，我的新朋友，我那个下个礼拜我还会再跟你们解释一下，你可能是找过的，可是我再讲，所以老师，基本上不能作文呢，就是。